个飞球，第一次全垒打出现。策动了一个463的 double play。左野方向一个飞球，蛮深远的哦，二垒安打。这个球打得蛮深远的哦，右外野手后退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哦，就上去了，台面的许基宏啊，全垒打。